接下来进入的这个环节叫荒野呐喊啊，暴走唇语的一个升级版。中间那个人呢负责猜，他的头顶正上方会给出词，队友都是看得到的。然后每个队友会有5秒钟的描述时间，如果5秒钟之内能猜出来，接下来会换词儿；如果没猜出来，下一个人描述的还是同一个词。OK， 明白。所有人戴好耳机，来，3、2、1，开始。哦，我要说，要说沈腾。什么？你不能直接沈腾。你不能直接说词儿，你要说一些相关的内容。大点声。210，210，票房，票房，210，210，票房，票房，沈腾。啥？她老公跳楼。谢楠姐她老公谁要跳楼？什么搭台？你们俩要跳楼？什么搭台？台什么搭台？踩什么？演员谁？演员动作演员，打拳的演员，贾玲。哥哥这一顿小泡拳。打拳的演员贾玲。流浪地球二，你徒弟吴京。吴京。你我你跟他我和他。你跟他在军医的时候是什么？啥听不见。我和他怎么了？在军医的时候是在啥玩意儿？两个字。什么？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也不愿意再提起。你动嘴，你别老挤眼睛。军医敬礼。有两个真正的。啥？是杨洋和谁呀？杨洋和我。校草，校草，校草，军医校草。三个字儿。锻炼多了，分泌个啥？翻跟头。啊？翻跟头。什么？翻跟头啊？什么？到底是谁在猜？村口两个老大爷。你问我这啥呀？你说，运动，举重，啥？跑步，分泌啥？运动会，啊？运动会，什么？三个字，你心情很好，哈哈哈乱笑的时候会分泌什么？相声。不是，有一种颜色今年很流行。什么呀？听不见。傻子要哭了。太难了，这题对他来说，这有点难。今年，什么？跑？分泌？全在分泌。分泌身体。什么？运动。哥，你平常健身吗？难道看不出来吗？他不。健身吗？练肌肉。举铁吗？举重。健身的时候会分泌的那个。一样的，分泌，我分泌什么？汗液，我分泌什么？啊？多巴胺。哎呀，叫小宋一个明白人。时间到，可以摘了。拿瓶水。我们看你们都看累了，真的。那个多巴胺呀，沙哥那个多巴胺，他还说就小宋说对了，其实小宋说的和前面每个人说的一模一样。他说的呢，一样呀，但是你就猜小宋的。人小宋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口型好，
口型好，口型好。好，下一个腾哥来。哎呦，我跟你讲，这老累了，你快试试吧。有难度哦。三个字儿，仨字儿，第一个字儿，吃。爬了。第二个和第三个是盖，盖饭。盖饭。第一个字儿，第一个字儿吃，成，咬。刚刚那个字儿对了，但是是后面两个。你往死里喊，你往死里喊，我兴许能。你的弟弟，嗯嗯。我弟弟，我弟弟啊，三个字儿，华晨宇啊，后两个字儿一样，范丞丞啊，哦，范丞丞，已经对了，再说一遍，他说对了，可是华华听不到，范丞丞，对啊，我都听见了，我都听见了。青岛，青岛，青岛。第三个，整迷糊了，这整迷糊了。青岛的有个多巴胺朋友，多巴胺，还多巴胺呢？唱歌的，唱歌的，唱歌的，从。国外回来的，国外回来的，国外回来的，掉来了，仨字儿，掉来了啊！第一个字儿啊，你等会儿，等会儿，颜色，等会儿，等会儿说啊，第一个字儿，等会儿，等会儿，我那是谁好？你说那不是黄子韬吗？啊，对。小宋，七个人，小宋，七个字儿，五个字，五个字儿，小宋的七个人。现在这个歌啊特别顶。小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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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宋啊，唱歌，唱歌的，说跳舞，五个字，他们一起的七个人，时代少年团啊。你弟弟，又是他弟弟。你的弟弟下去啊。弟弟，你弟弟。我弟弟，对，王牌里的，王牌，唱歌，唱歌的，我弟弟唱歌的，总共就俩，你猜是谁？花花，这我外甥，吉祥的光，你喊出来，你喊出来，有时候音乐的间歇里面，我能听见一点点。你说啥？我听不见啊！你说啥？三百六十五个祝福，原唱。腾哥儿啊！365个祝福，吉祥的光。吉祥的光会环绕着你。啊！哈哈。OK， 时间到，时间到。腾哥对了，五个。好了，现在两组互换位置，我们这边不会是蔡国庆老师猜吧？你行哈？你们给我弄好啊！我们拆开字，一个字一个字拆开，如果难的话，嗯，是不是一个字一个比较简单？哦，多跟少，多跟少，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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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下一位蔡国庆老师啊，好，两个字，两个字，女生，许仙，女演员，什么演员？两个字，这是什么颜色？这是什么颜色？青筋。青筋。两个字，跑男。啊？浙江卫视另外一个节目。君乐宝啊，君乐宝啊。
两个字，两个字，女的，女的，女的，演员，演员，演员。第一个字，黑的，黑的。黑色，走，黑的，黑的。第二个字，一种动物，它会跳舞。演员，演员，女生，女生，对对对，她喜欢笑，笑，她喜欢笑，笑，贾玲，不是贾玲，是另外一个节目，跑男，跑男，对，头发长长，很漂亮，很瘦，头发长长，很瘦，对对对，啊，好难啊，这个，第一个字，黑。爱爱爱谁？什么颜色？颜色？夹？颜色？阳色？阳气？颜色？黑？黑白？白？对对对，第一个字是白。第二个字。白白白兔，小白兔。小白兔，另一种，白虎，方巾，白虎，什么顶替？金庸的书，什么顶替？你把我干掉！什么顶替？兔顶替。女演员两个字，女演员两个字，以爱为仪。以爱为营，什么？以爱为营和王鹤棣演戏的那个女演员。好，时间到，得分0分。你们还鼓掌？蔡老师，您认识白鹿吗？白兔、白虎，就白鹿就出不来。能不能给蔡老师出点比古一这样的题？这样好猜一点。白鹿，白鹿，白鹿，白说，你白眼给我。好，来，两队互换一下位置。接下来答题的小宋来答啊。孔雀东南飞，两个字。孔雀东，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金星姐。对对对。金星姐。对了，对了，对了。第二个字。第二个字。第二个字。演，第三个字，这啥？三个字，第二个字，褶子，鱼尾纹，这个，眼袋，什么？眼袋，这是什么？这是眼睛啊！啊？这是眼，鸡眼。第二个字，第二个字，眼，第三个字。钱包，下一个词，跟，你跟你一个团的，软蛋，一个团的，你是软蛋，跟你是一个团的团，你自己换换，一个团，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唱歌跳舞的，唱歌跳舞，唱歌跳舞，跟你一个团的七个人。我们团的，对，唱张唱张大嘴，这啥？打开，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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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字，第一个，第一个，大。啊，张，哎呦，什么？那个啥呀？太极太，张真人，三峰，三峰什么？太极三峰，第三个字，三个字，圆，圆。
张真源啊。啥呀？哥哥完全不会，来直接转。英文字母，是我英文字母。理发师傅。英文字母。理发心电图。什么玩意儿？性格测试。啊？性格。心情，性格，性格，疼。我是爱人。你？我是爱人，我做了个什么测试？我是爱人，我做了什么测试？四个字母，四个字母，四个字母。我是爱人，我是爱人，你是艺人。不是不是 MBTI 对对对，别放了别放了，好，时间到。什么意思啊？那是什么东西？一个性格测试，国外的，就有一堆题，完了测你的性格是干嘛的，外向的呀，内向的呀。我回头发给两位哥哥测一下。好，小宋答对了四题。好，下一个小童。童心，家有儿女。张医生，对了对了。演员，演员，女的，女的，猪，女演员，猪，你演，你可以演呀，你可以演。沙哥，沙哥，沙哥，外国演员呀？什么呀？谁呀？奔跑吧，奔跑吧，嘉宾。奔跑吧。第一个字。这第一个字什么呀？谁呀？什么？什么？啥呀？为啥呀？三个字儿。三个字儿。三个字儿。女演员，女演员，演员，演员，大眼睛，啊，女演员，这站，这站着呢，没事就站着呢，还挺爱唱歌的，唱的特别不好。她不卸妆，不卸妆，不卸妆的女演员吗？谁呀？女演员，三个字的女演员。三个字女演员，在跑男，不是跑步，跑，跑调，唱歌跑调，唱歌跑调的女演员，唱歌跑调，三，我呀，二，一，答题时间到。中国有那个什么孔子，孔子还有什么子，孟子义，对了，对了。小童最后的成绩是，小童一题啊。好，下一个，花花。跳舞。两个字。蹦迪。非常的，非常的。跳舞，嗨起来。两个字，我在干嘛？滴汗，里流汗，滴汗，没眼看，太，好难，俩字儿，俩字儿，就他看看，嫌弃，那个船，这种现象，
这是一种现象。现象。这是触电了吗？请问这是在干嘛呀？这是什么？什么什么舞？这叫什么？跳。我们刚才这样干什么呢？这一波们干什么？跳舞。这有一波，这儿有一波，两波人跟打架，扭来扭去，跳舞斗舞，他们干嘛呢？干什么？两个字，尬舞。真尬！哇，你这个为什么小松跳完就猜是跳的尬是吧？不是，因为其他人感觉他们是很认真的在跳，但是小宋一看就是那种，因为他平时跳太好了，突然一下那样就知道，哦，原来，对，腾哥平常就这水准。好，花花对了一题。好了，现在两组互换位置，来，最后一个就是杨迪了啊。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男的，男的，男的，唱歌的男的，男，这谁呀？跳舞的男的，庾澄庆，跳舞的男的，那个郭富城，是郭富城。第二个字是第二个健身，谁呀？一种木头，木，一种木头，木头叫他，木头，哎呀，长相思，长相思，宋木子。长相思，张嘉译会跳舞的，会跳舞，会跳这个伦巴恰恰。谁呀？这是男演员。谭健次，谭健次。哎，对，男演员。男演员。三个字。三个字，男演员。他有一个名儿，大家都叫他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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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尊东方青苍。弟弟。这是干嘛的？三个字。三个字。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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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字，第一个字，第三个字，怎么第三个字？哥哥，我，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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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姐妹，综艺前辈，哥哥，一个综艺前辈，吴宗宪，第二个，两个字，两个字。第二个，第二个字，第二个字，谁呀？三个字，三个字，男演员，男演员，苍兰诀，苍兰诀，王鹤棣，王鹤棣，这什么东西？这两个字，两个字，第一个字，偷偷。偷字，第二个字，男演员，我在姓偷的男演员啊，偷谁姓偷啊？你在王牌，王牌，对，吴彤，吴彤，你偷偷题，偷题，偷题。来，杨迪最终答对的题目是三题。好的，我们马上统计一下这一轮游戏之后两队的最终正确率是多少。欢迎来到脑洞大开，这轮我们要比的是猜缩略语。场上的三支队伍，一支队伍负责出题，默写出完整的一个句子，并且呢亮出其中的三个到四个缩略词，其他两队需要根据缩略词来猜出完整的句子，限时三分钟，猜出完整句子则答题队得一分，没有猜出则出题队得一分。注意啊，缩略词禁止使用语气助词，相似度起码在我觉得70%-80%以上吧，这句话才算是符合要求的。有，好，商量商量，现在可以开始准备出题了。我们必须得放随便四个字就行了，是吗？可三可四，不能是什么语气助词啊那些。好好好，其中任意一个位置包含一个人名就可以了哈。好的。蔡老师唱歌，双语。
穿了一样，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是吧？或者是夹菜怎么样？就是蔡老师夹菜的话，就是菜菜打假，打假打假打假好。我先随便写一个，你们看一看啊。然后把这个字儿放出去，把这个字儿放出去，把这个字儿放出去。嗯，可以。还有个字，晒。哦哦，那行。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这很容易。那我们把这个字改一下。对。卡，哎。我们俩一样坏，我发现。打一个那个，就是在荒岛什么住进养老院，这有点意思。肯定是住。荒岛住。每个人都很满意自己的答案，大家都在坏笑。好，然后猜是用抢答的方式啊。嗯。来，我们先从王牌队开始，亮出你们的四字缩略语是。菜菜打假哦，蔡国庆老师在种菜的时候打断了自己的假腿。假腿就没必要，菜打还假哪儿？但多不合适啊，那条假腿。蔡国庆老师种菜的时候打到自己的假牙了。不对，继续想吧。蔡国庆老师种菜主打就是一个假。还是把假腿打断更好一点。蔡老师煮好了一顿硬菜，打车去度假了。度假了。这个目前啊，真的吗？是离得最远的最远的那个。我知道了，蔡国庆炒菜、啊、蔡国庆老师说自己要种菜给大家吃，主打的就是一个假客气。蔡老师这个人物是应该跑不了了哈。对对对，你来猜一个。蔡老师端着硬菜上桌，主打一个假客气。主打一个假客气。这个人品到底是个啥？蔡哥，你那个前两个字基本都接近了，用对了，就饭桌上，饭桌硬菜哦。蔡老师做了一桌好菜，打翻在地，假装是别人干的。哎，假装对了，假装对了，有点接近了。老师，想给大家做菜，打了一个订菜电话，假装是自己做的。不是。啊、好了，这题时间到，来公布一下你们那句话是个啥呀？蔡老师夹菜的时候打嗝，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好难啊，哎、这么难啊！哎呦。从你们这组先开始，好不好？可以啊。来，请亮出你们的缩略词。我们太好了。送沙烤送。那上面画画的是啥？哦、这个自由发挥的。自由发挥，这个没关系。小宋请沙哥吃烤串，小宋买单。对对对。小宋问沙哥想吃烧烤还是想喝罗宋汤。哎呦，真聪明。罗宋汤聪明，太棒了，厉害。你这个真的是太不接近了。不对不对。小宋请沙哥吃烤串，结果宋小宝老师来了。哎呀，还真是宋小宝。妈呀，很近了很近了很近了。真假的，很近了。宋小宝在沙滩做烤串给小宋吃，没那么好心的。第一个是小宋，第一个肯定是在场的小宋。哎呀，小宋在沙滩上烤串给宋小宝老师吃。哦。小宋和沙哥去烤灯，烤啥？小宋黑了。不是，沙哥烤灯什么东西啊？烤灯就是美黑是吧？对，美黑。哦。哇，好有想象力啊！漂亮，我知道了。小宋在沙滩上把自己烤成了宋小宝。全对，一模一样。哇，这个相似度95%了。
哇，想都不敢想。打一分。好，晶晶给出的缩略句是肯定子柱。妈呀，腾哥决定让儿子住这儿了。我决定让儿子住这么简单。哎呀，我们往简单了猜，万一他们反套路呢？在安定门。沈腾在安定医院。安定医院被一个傻子叫住了。腾哥定了个位子。他那定和子不可能离那么近。定刚刚有对的。哦，安定门。预定。确定。腾哥决定让儿子住这儿了。决定。决定。哎，小童说的对，决定是对的。哦。沈腾决定在子夜住下了。沈腾决定子时住院。不是吗？那是我决定的吗？那不是大夫决定的吗？沈腾决定单挑姜子牙，姜子牙说打住。我还觉得我们这特别简单。好难啊。子柱。沈腾决定决定过一阵子。有点接近，这个子是靠近了。哦，到别的地方住了。他那个子已经靠近了，他那个子的方向是对的了。过一阵子。沈腾决定在这荒岛上。子去哪儿了呢？住一阵子不对啊。好接近啊。沈腾决定过一阵子在荒岛上住。住下了。好。腾哥决定这阵子在荒岛住下。很接近。腾哥准备这一辈子在荒岛住下。这辈子差一点，厉害厉害厉害！怎么样？我想到岛了吧？对，见题了，岛就先晃岛。群策群力打出来的，王牌队拿了这一分。你真的想好了吗？那你就得换衣服了。第二轮出题，现在开始。这次来个狠的，我们也出简单一点吧。咱就给他写四个人名，完咱自己先编一个。比如说雨，咱其实是下雨。下雨，对，就这意思。啊，下雨了，打车去，碰到了谁？其实碰到了一个。上哪拆去？咋拆呀？然后说了一句，哇。对。用两个月我才出来，太欠揍了。咱别写真事儿，乱七八糟，天马行空一点。那你来点那个，你平时你们跳女孩跳的那种操，听都没听过的名字。这不行，这猜不出来了。这个。什么麦题？行，可以可以。可以什么麦题？对。啊？有这个事儿发生吗？没有。啊，你是想把这么弄这么一个？对。啊，抽四个字，铜牌啊。有拉可以吗？两个野人要为难死谁？两个野人不会写字，我可以帮你们的。马上甲骨文马上出来了。好了，来，请亮出你们的缩略词。沈麦提是腾哥是不是？肯定腾哥吧。我知道，沈腾哥哥遇到卖东西的人说提我好使。那齐齐哈尔那块确实沈腾卖货要提成。我这么说，虽然你们俩被喷了，但你俩说的都有点道理。这都是私下的一些事儿。沈麦提沈腾卖青提。你把我们当傻子吗？我们会这么简单吗？我们写沈腾卖青提，然后说沈麦提，尝尝你们猜。更强一点。沈腾卖了三斤青提。还差两斤。沈腾出去做买卖，结果一点提成都没收到。哦，这个字数差不多了。这个卖是出卖的卖吗？哦，出卖。哦，也有可能。沈腾出卖师哥，大家知道都不敢提。哎呦，出卖师哥，妈呀，真的吗？越来越像真事儿了呢。沈腾唱了一首《爱情买卖》，然后以后再也没人提。
不是买卖的卖吗？不是买卖这个词儿。沈腾的票房大卖，喜提国民男神。啊，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了。我现在就改成这个。错，这么不会来事儿。错。沈腾点外卖吃的提不起裤子。外卖对喽。真的假的？沈腾吃了别人的外卖提都不提。哪天的事啊？这是还有十秒，还有十秒，能不能答出来？十九。沈腾点了外卖。六。沈腾的外卖是提子。三。沈腾点了一堆外卖，里面有很多青提。不对，这个出的真绝。啥了？沈腾在看外卖单子的时候认真练习普拉提。你这个太难了。普拉提这个确实难。太简单了，我们这个是吧。好，接下来请亮出你的缩略语。是红牌有牌有拉有拉。梧桐爱打牌，有时候拉着嘉宾一起打。哦，真的？这怎么没拉过？爆料环节呢？梧桐在王牌与王牌有了。那叫王牌对王牌，王牌有王牌有了。为啥你们说了那么多次答案，就一个铜坐你们对面，就没有一个人说他的？啊，也小铜也是这个铜。对对，小铜打牌是。赢了的话有时候要喝拉菲。小童打牌太好，有时候会被朋友拉黑。有一点点接近。有一点点了。拉黑是吗？小童在王牌里边有时候会被朋友拉黑。哎，又多了。又对一点点。你拉黑是对的吗？这俩词。对。王牌对吗？王牌对的。小童在王牌有拉黑王牌家族的嫌疑。这个有一点点接近，但是他意思差了。小童在刷王牌的时候有时候会把粉丝拉黑，有时候会把梧桐拉黑。拉黑王牌家族啊。小童王牌录不好的时候有时候会拉闸。好踊跃呀，我们王牌家族在埋汰我的时候。刷王牌。你一个一个的都给他，都给他一个一个给他们拉黑。你哥你也说太多了吧。小童在王牌有很多人把他拉黑，没有一个朋友，全都被他们拉黑了。有点像。非常像。好惨呀，我好惨呀，姐姐。这家伙真的那么悲惨啊。拉黑谁？拉黑王牌家族啊。还有十秒，能不能答出来？小童在王牌有拉黑每一个人。啊，对了。啊，对的。答案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关晓彤把王牌对王牌家族的所有人都拉黑了。哎呀，所有。真的假的？假的。当然假的呀。哇，你竟然会信啊。我还没加他微信呢，我还想还加吗？加吧，已经没得拉了，快去凑个人头。看一下王牌队的这个题面，因为你们队吧目前人最多，你们有六个人商量的，如果答对这题可以拿两分。好，拼了拼了。累死也想不来。来，亮出你们的四字缩略语。是雨滴王蛙。雨滴王蛙。哇，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四个人，张雨绮和杨迪，打的王心月哇哇叫，哇哇叫，哇，这头发都炸了，把我们四个的名字都融在里面了，对了吗？牛啊！张雨绮是对的，不是杨迪，是什么迪？张雨绮在迪士尼乐园碰到了王子，哇哇！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就按照这个来吧。倒是挺符合逻辑，哎，没一个字儿对，一个字儿都没有，比我们想的都好。你们是不是拿出来以后都读不顺啊？如果这样的话，真的我们读得很顺，很顺。不是，张雨绮在迪厅里面碰到了王心月，哇哇！你不说你不愿意来吗？哇，被我抓到了吧？哦，迪厅蹦迪。张雨绮在蹦迪的时候踩到了王八。哇！
那不是应该王八叫一声吗？王八不是不会叫吗？现在对两个字，人家是蹦迪，嘿嘿，对了，啊，那就不是张雨绮，是下雨吗？这淋雨，对，类似那样子。下雨这一天的时候，小宋你演吧，演他们都猜不出来，演。下雨中的下雨天蹦迪的，这是谁啊？王跳王什么？下雨天蹦迪王排队王。下雨天的时候在蹦迪的时候遇见了我，刚才就是你那是啥？很厉害的样子，很厉害的样子。舞王，舞王。下雨天蹦迪的时候拿了舞王袜。下雨天在蹦迪的时候碰到，对，舞王，大喊一声哇！哇！真的？耶！是的，舞王，哇！下雨天打车去蹦迪，碰到一个舞王，说了一个。说实话，真没有我那个迪士尼好。你们这个，我们这有人名吧？蛙哥是吧？这算人名啊？舞王就是蛙哥，舞王见到了，见到了舞王蛙，你生不生气？后台现在判定，此题不能用语气助词蛙代替蛙哥，舞王指向不明确，王牌队扣两分，金鸡队加两分。什么？那你问蛙哥自己起名有问题，在你们那个句子里那个蛙不是他啊。是的，我们意思其实就是蛙哥的蛙，但是我们缩减了。妈妈的妈有多种用法。对呀、啊、妈耶。判定的唯一标准是问本人是否接受那个蛙代表你。平常我都接受，此刻我不接受。对的。好，你辜负了多少粉丝的心。你们写的时候我刚跟腾哥说，我真想了一个很绝的，我想了四个一模一样的字。啊，可以的。四个华晨宇的话。中华华晨宇。中华华晨宇。花花花更了所有的钱给大家买花。不是，华晨宇在华山之巅用中华歌曲送盛世繁华。哇！我们确实写不出这样的东西。这一看就是主持人的文笔。太牛了。我们写到最后只能说写到抽华子。中华华晨宇在那个什么华清池里泡澡，抽了一只华子。接下来呢，花花也出了一道题，我们来答一下。哇哦，花湖香迷，花湖香迷。好的，我给大家演一下。哇，哎呦。哇，好香啊！哦，哎呀，花花又胡姬花，无法小榨花生油做菜香的我迷糊了。啊！哇，不得不说呢，这胡姬花确实香，刚开盖就闻到了花生香，不用炒，直接尝一下。有浓浓的花生油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古法六艺精髓，烹饪出的菜肴让人回味无穷，一闻就知道，一尝就迷惑。哇，连花花都逃不过胡姬花的真香定律，我赶紧回去买几桶。好，现在各位两个阵营都已经分好了，因为现在呢，我们发现唯一可以离开这个岛的方式，船被毒蛇给控制了。啊！剩下的六个手环当中的雄黄粉是可以帮你们驱逐毒蛇上船离开这个岛的。那么被放逐队现在是你们拥有的全天的最后一次机会，团队作战，考核的是全队的综合能力。哇！赢得的队伍拿走六个手环，有机会离开这座孤岛。哇！最后一关，寸步不让。哎！
跟你们说一下怎么玩啊。题板上会给出题目，然后呢你们根据自己能答对或者不能答对的概率来进行选择。答错的话，中间的铁网会向你们方移动，答对向对方移动，直到一队所有人全部落水。啊，王牌冒险岛，生活由你定，王牌冒险全民加 buff 的助力活动。网友给出的助力排名，目前排名更高的是放逐者队。哦，是我们。所以你们拥有5格的先发优势，也就是40格对30格。啊，一来就我们才30格吗？对，移动5格，别移反了啊。哇，哦，这样移动，哇，第一题我给出一个题目的大概信息，是李成儒老师对小宋的忠告。啥了？这题因为和小宋相关，由你们队来进行压注。好，你们要压多少格？那我们压15分。妈，这么多。如果你们非常有自信，直接压30格，把我们全部送走。直接压30格，哥。30分，多少？一把定输赢。一把定输赢也行，我们压30分。压30分。一把吗？30分，我们答错了，我们就全倒了。哦，好自信啊！来，我们看一下这道和小宋相关的题目是什么。听说王牌有一个刚学表演的学生叫宋亚轩，也是我之前录制节目的丁程鑫的队友。栏目组让我给这个宋亚轩提出3个忠告，你们猜一下我会给宋亚轩提出哪3个忠告呢？哦哟，这么猜呀？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李成儒老师对小宋说的内容，我上哪儿知道去？我一不是李成儒老师，二不是小宋。因为是必答题，为了你们的答案都能够被后台记录下来，有序的来说，你们先答。我先说，多读书，多读书，多思考，多观察，要提升自己。第二点，你们团体人多，要多忍耐。互相合作，相得益彰。第三点，戒骄戒躁，踏踏实实，勿忘初心。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句肯定没有，这句铁定没有。好，放逐队。李老师其实挺尖酸的，我觉得可以展开说说。从社会上看啊，你已经是个明星了，但在学校里。你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生，还是要以学业为主。以学业为主，该谈恋爱就谈吧。啊，丰富一下自己的内心生活。对，就如果想做演员的话，要好好的享受生活，体验生活。你年纪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一定要谦虚，要谨慎。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儿。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们的忠告。来，我们看一下李成儒老师这道题啊。嗯，我的3个忠告是：一，多读多学，知识积累，学于勤而荒于嬉。哎，怎么样？多读书有没有？二，认真演戏，有没有？低调做人。哎，我没有。我没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谁也没说到。三，孝敬父母，回报社会，既要卧冰求鲤，更要精忠报国。谢谢老师，接受到了。我们猜对2个吧，他们已经。最后根据后台判定啊，现代妆容队非常接近的是2个点。对，2个点。放逐队非常接近的1个点。耶！走，拜拜。把刚才那点儿给我推回去，走着，哥几个走着。接下来，铁网向右平移30格。30格啊！30格就到这儿。哎，掉不下去，掉不下去，掉是掉不下去。哇，这里空间太大了。对，像31厅啊。
妈呀，还要退？害怕了，害怕了。哎呦，差不多别退了，别退了。来来，咱躺下，都躺下，咱这太大了。哎，都可以劈腿了。哇，太大了，好宽啊！哎呀，哎呀，哎呀，妈呀！你小心一点啊，没事，我掉不下去。哇，你们很舒服啊！等着，看我从那边跑过来多长时间。来来，发令，来 ，Get go！ 哇，你慢点跑啊！留给你们现在的空间还有最后的时刻，所以接下来每一题非常关键啊。接下来，宋的因为工作要暂时离开今天的录制了，加油！只能从水里走了。哎哎拜拜拜拜，雅轩走了，我的心也跟着飞走了。我跳吧，我跳吧，来吧，跳吧，也别出来了。别客气，别客气，快。在我身后啊，大家可以看到有那么多的题目啊。接下来现代队选哪个题来打？我觉得选热心观众的。热心一号观众，行。你们押多少个？十个，十个，当然是十个啊！我们也不亏嘛，我们也不亏，就算输了，对，不亏。好狠呐、啊，关晓彤！这道题是来自于热心观众，他是一位大学生。哇！在野外探险，如果遇到了凶猛的野兽，以下行为最能够驱赶野兽的是 ：A. 突然向他奔跑 ；B. 装成他的同类。这都不对。C. 用更高的音量来吼叫。D 装作晕倒 ，D 不行不行，晕倒也不行。这很简单，装成他的同类。怎么装？怎么装？你们现在可以装。你们穿的像是真的？这题我看过。哪个？装成同类。哦，好的，排除装成同类，晕倒。遇到野兽吗？对 ，C 啊 ，C 奔跑，奔跑都绝对不对。向他奔跑吧，展示友好嘛。你是说两情相悦的那种拥抱奔跑吗？对，你多久没有飞奔向一个人了？从来就没有过。有一个视频就是说，有一个外国人他遇到了美洲狮，然后他就是不断的张开手，用比他更大的音量吼叫，那个狮子就不敢攻击他。C， 确定答案是 C。我说三二一之后，铁栅栏直接开始移动，用这种方式来宣布对错。啊！不用，这么刺激的吗？我害怕。三、二、一，请判定。没事，好凉啊！我怎么在空中飘起来了呀？天哪！哎呦，天哪！我怎么飘起来了？我看你有点飘。就刚才那题啊，除了灰熊，其他动物都更适合用比它大声的吼叫方式把它吓走。所以花花刚才分享那个是对的。门要回到中间，第二轮马上来了。接下来到我们放逐队员开始选题了。好，选谁？选谁的？蔡老师，蔡老师选。我选啊。你们来个虞书欣怎么样吗？可以，虞书欣吧。哇哦。嗯，欣欣出个简单的题。压几格？拉满吧，35。我们就拉满。要干就干票大的。压五格吧，那五格，咱保险一点吧。五格。哥，咱们这么大岁数，图的就是个安稳，玩的就是个稳当。对，咱老百姓图的就是一个平平安安。来，我们来看一下虞书欣本轮给你们出的题目啊，请播视频。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星子，在《非诚勿扰》3周饰演了一位人工智能机器人。假设我有一位机器人伴侣，我最希望他能为我做些什么呢？为他。
为他直播。那是那个杜华姐，那是。我有那么那个吗？为他挣钱。为他挣钱，我也在想着。为他挣钱太俗气了。为他付出一切。为他搭配衣服。哎，为他穿衣服。为他搭配衣服。对，他爱街拍。对对对。我为他拍照。哎，可以，为他拍照。对对对。哇，这个好耶！为他拍照，是不是虞书欣想要的答案呢？三、二、一，请判定。啊！啊，这都能拍照？哇，好厉害！这能答出来？还是我们懂你呀、啊！我的答案是，如果我有一位几千伴侣的话，我希望他能给我准备今天要穿的衣服，给我拍漂亮的照片，各种角度的。我们每一个都猜对了，猜对了，你们太了解他了。其实虞书欣还蛮好对付的，这么简单，他就很简单，就很简单。接下来现代队选好，还有哪个可以选？二和四，二，选哪个？二，听唐涛的。2号，热心观众二号题被选中了。热心观众的题会不会好答一点？本题你们打算压上多少个？35，直接这边可以的，对不对？可以的，可以的。36，可以。38，这个网盖下去，盖下去，人摔下去，人再盖上去，对，人到里头之后给扣上。请听题。请问化妆包里的哪个物品可以帮助你生火？ A 口红， B 眼线笔， C 洗手液， D 胭脂，哪个可以帮你生火？这题胭脂吧，胭脂里有镜子，就眼线笔啊，笔磨木头、啊、你觉得它能这样吗？磨木头、啊、能转磨和眼线笔，它那眼线笔是眼线液笔还是眼线胶笔啊？眼线笔，对，有一次我就看人家化妆一下把眼睛化着了。生火还是能着火，帮助你生火，易燃，什么东西易燃？对，里面含有酒精的。我觉得洗手液里面，对，洗手液是吧？因为有酒精吧，杀菌的。你那个洗手液是免洗手液那种带酒精的吗？洗手液着不了火吧？我觉得是胭脂。胭脂哈、嗯、有胭字吗？口红也容易生火，就是回家了看有一个口红，完了肚子里特生火那种生火吧。选哪个？有酒精的化妆品，要不然就口红，要不然就胭脂。胭脂，胭脂有这个。因为胭脂，我看那个是这个吗？复原胭脂的那种视频的时候，会滴一些酒精。口红跟胭脂哪一个有酒精？肯定酒精是可以生火的。胭脂吧，肯定是。口红没有酒精。口红要涂在嘴上哎。咱就胭脂。就胭脂吧，反正也。胭脂，滴胭脂，错就错。胭脂更有助于你生火，选的是 D 胭脂。来三。2、1，请判定。我下去了。下。你小心，我把你拽下来，大哥。怎么回事？太滑了。哟，没事吧？没事，没事。哎呦，害人终害己呀！什么眼线笔吗？不是眼线笔啊，也不是钻木取火，其实就是洗手液。是不是洗手液？洗手液里有酒精。啊、对呀、啊，我问你是不是免洗手液有没有酒精？对，我这么简单的问题吗？
我们就觉得它太简单太像了这个，所以都能想到钻木取火，用眼线笔钻。再来最后一题啊，范伟老师的题，压上多少格？全部漂亮，提了全部。行，我觉得行，可以，到时候我可以借给你我的绳索吗？这到底是干嘛的？沈腾捆脚的。还记得我的分题中单机吗？请参与比拼的两队使用电影《非诚勿扰》中分题中单机，一决高下。分歧终端机呀、啊，石头剪刀布、哦。规则是石头剪刀布车轮战，无所谓，无所谓。我一人打穿，就你来吧，就你来吧。来，糖糖，你出什么？我出什么？我出石头，我出石头。他出石头，我出啥？没事，你随意出吧。出布啊，当然。我说不是吧？对，当然。我说不，都是君子啊，君子说话算话、啊。都小孩看着呢，别耍赖，都不想跟他猜，烦人。石头剪刀。你是啥？我出石头，这么快就忘了？石头剪刀布，剪刀布。陈哥赢。糖糖。不啊，君子说话算话。下一位，车轮战，来下一个，你对他吧，没人想对他。来，拼运气啊！石头剪刀布啊！石头剪刀布啊！好，谢谢。下一个，漂亮！哇，要打穿了，要打穿了，要打穿了！石头剪刀布啊！石头剪刀布啊！啊！后穿。石头剪刀布啊！走啊！走！哎呀，你们来，你们来，你们来！这给杨迪气成啥样了？来静静来！来！好，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走！美了，难过美人关。这边还有两位啊，还有沙哥、蛙哥。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心里啊，就只剩他俩了。玩儿啊，就剩俩了。放心玩儿，来吧。我都不看，你们告诉我赢没赢啊？好，石头剪刀布，剪刀布。耶！我来，沙哥。哎，石头剪刀布，剪刀布，沙哥，厉害，沙哥，加油，哥，去，来，帅哥哥，现在没谁了，加油，下一个，石头剪刀布，剪刀布，剪刀布，最后一个，完了。蛙哥是这一队的最后一个啊！哎呦，来，没问题。蔡哥哥必胜，加油！来，好来，石头剪刀布，剪刀布，完了，加油，哥！蛙哥是这一队的最后一个啊！哎呦，来，没问题。蔡哥哥必胜，加油！来，好来，石头剪刀布，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剪刀布。哇 ！V 胜利！又输了。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糖糖踩楼梯上，我糖糖过来，谢谢。对，来奥运了，哎呀！
上来。好冷，好冷。上来吧，兄弟姐妹们，快上来呀！好开心啊，可以跳舞啊，这里。哎呀，快，快给加餐，快点。